收官之夜，经典重现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你要有点傣语的那种感觉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告别文艺晚会。接下来，请欣赏绝不笑场的男女生三重唱《心和骚》。美味当前，不如今晚认个亲。如果是30年前，我一定找你这样的老公。这个米饭，这个红烧肉，如果回到35年前，我是个女孩。嗨，太复杂了，太香了。那是我唯一的干儿子。那我这话说，今天您叫了我三次儿子。有一说一，他辈分必须在黄老师前面。叫哥，大哥，你的妈咪呀，认了好多儿子。3、2、1，大哥。